和安岩起啊，这有意思。防卫，一个马犬，一个登德，防卫大赛。还有个乱尾也是打防卫，还是在他腰腰上。他是因为他打那个工作中必须得有。拿个护手液。咋了？拿个护手。不用，腰不痛。腰不残，你应该说。看他腰闪了。嗯。你参的是哪个？哪个？参的那个罗尼。那时候是俺牛哈。哎，你这单骑时间还挺长的是吧？不长。俺俩就看我，他这有点不着的了，什么玩意？李哥想出陪你干嘛？他想省事儿。用哪个锅？陪乱呢？我用哪个锅？李哥在那勾，你不知道呢？来。裁判。把手。这就行了。老鼠，老鼠，继续继续继续。这个是个马犬，还是个母犬？是个小母国山马窜。这个也是两口，也就那么两口。就这么长的。那现在狗不会放口啊，吃亏。从那儿走出来。他动不来啊，开始。他有那有臭水吗？啊？有臭水吗？他要臭什么？他要臭咋个？咱们要是把弄完的狗咬两口，那狗好几年没咬了。回去咬不硬伤啊！咋了当宽快呢？好几年没咬了，你狗。不带了小狗吗？没，我带两颗子，带个马窜，马窜不是小狗，六岁了。拉的那个就是马窜，你看拉那个。马窜穷，马窜针头子多呢。你还得有个人都飞走，完了。咋的？这个狗都多聪明什么了？不用喊慌，你不得趴里子，它趴身上慌。不是那个阿屁股就是这样啊，顶住之后都是放口啊。这就中了，杀一个。